沙田萬怡酒店下個月8號開始新增成為外佣指定的檢疫酒店，最近3個月的預訂經已爆滿。網上系統朝早9點半開始接受預約，不夠半個鐘頭，網站顯示12月、出年1月同埋2月已經冇房間可以供選擇。酒店提供500間房俾外佣檢疫，每晚係收650元，包3餐。成功預約的外佣會獲酒店逐一確認，入住的時候要提供護照的副本、工作簽證和打針記錄等文件。